我呢，不过是大早的南方人，口味呢比较清淡，也欢喜吃甜的。我记得小的辰光，我一听到电视高台儿高头的歌儿，我就在姥姥喊过去看，好看毛长辰光嘞。粉嘟嘟的米粉里向还有点绵绵的细沙，电视高大伯伯一块块用心压出来的。我心里想，啥西都比不上他。定身糕是世界高头顶好吃的东西的。大伯伯每次都把西沙顶倒的那块给我，一开咬了起，甜蜜蜜，酸糯糯，感觉自家好像来到粉红色的海里，像鱼娘娘，情感无形的。小的辰光。我顶欢喜个东西，全是定身糕的。上小学个辰光，马路旁边个小窗子里，每天都要放万珠格格。大家都来看看，有的儿女蛮好吃的啊！大家来看看，奶奶试试吃吃看。放学之后，我都要到超市旁边个台儿高头去看，张奶奶个小吃台儿，来到我们窑里向毛有名气嘞。他个台儿高头做的都是鱼炸个雀仁，金黄金黄的，真够香的。鱼冻儿啊，虾儿啊，香肠儿啊，我老老好吃个东西。不过我顶欢喜吃的还是鱼冻儿，新鲜出炉，也炸的哦，圆墩墩，热乎乎，打开咬了起，各种幸福的感觉。陪着有一个行贼人为我表演的哦。高中的辰光。大家欢喜吃野果子的，我们专门投了照相机，到果子里想拍照片，这个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呀。大家来到一道儿吃饭，谈天，还会傍个杯儿，感情老好嘞。像龙少女啊，龙井虾仁啊，西湖醋鱼啊，葱包鬼儿啊，各种都是越吃越味的红帮菜哦。我们每次出去都要吃的。有一种来到窝里向的感觉，大家情感高兴的。那么我们都已经大了，出去读书，出去做生活，每天吃的都是薯条、汉堡包。实际上我一点儿也不欢喜，再多个好东西都没窝里向的好哎。因为嘛，大个之前塞到一个筷里，吃开来才知晓得是爸爸妈妈寄给我的，是锅西湖龙井。新鲜的茶叶泡出来，一点落地，绿莹莹的茶叶儿来杯儿里围上围落，我看了毛长辰光，热毛毛的茶叶捧了心里向，情感无心的。这个就是我同杭州美食的回忆，你要不要一道儿来品品看？